这样子是要干嘛？很 man， 很 man 啊，很 man 啊，直接吃，那一口应该蛮大口的，有点猥亵哦，动物频道有这个脸。还蹲马，而且用侧面。为什么要这个姿势？魔术魔术，你要不要再勾一下耳后？表情很享受哎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很愉快。早上起来看到男朋友这样摔，我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喜欢的类型。我喜欢怪人。对吧？对吧？长得好看，谈恋爱是随选的，但长得还好，就是哎没得选。这样没得选啊？怎么这样子？没有，其实我们面对现实吧。对，我们到那次。加油，大哥！加油！以前可以，加油！我们加油！我们加油！哎，我们阴性，我们阴性。对，大家都会很健康啦。其实啊，我们当然自己很知道自己的长相是怎么了。好笑，好笑。不是，那我们的感情的这条路上始终是坎坷。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谈恋爱也大概也了不起，已经有二三十次，但是几乎95%以上都是悲剧收场。哦，那我们又自卑。其实我上节目很多次都，我个性比较自卑，怕人家瞧不起，那我们也只能用金钱买礼物去取得。哦，用金钱，当然也不可能说买多少的贵的东西。你今天讲这种怕人家瞧不起这个话，我心里面有感触的。你等一下，原来你看出来了。喂，我们没有瞧不起你，没有啦，只有你。不要这样了，宪哥，他这一生的爱情。交过30几任女朋友，通通是用买的。刚有讲到，这其实用钱，其实这样讲其实是月租情人，月租情人没有租了，其实也算。哎，就跟这些了。用钱去买感情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女孩子会喜欢我们这种长相，因为带出去也不体面。对，所以就用买礼物，所以也后来也造成了我的卡债，那个时候负债很多，然后被劈腿。其实我们也没有讲说一定要被什么劈，因为没有男未婚女未嫁交友是公开是公平的，是的。但是就常常会就是遇到翻船，在吧台在酒吧里面上班，女朋友 bartender， 最后好不容易追到了，花了好多钱去追过来，真的啊，我不骗各位，哎，那个时候超多久？那个时候一个通告6000，我愿意分一半给他，因为他也是服务生，他赚的就不多，好 man 哦，哎，然后买手机给他买手表买衣服，随便选随便逛，天哪，然后。后来他居然还被我的客人抢走了，就追走了。哎，很夸张，还在那一任我还老板娘还不敢讲，怕我崩溃。那是我亲眼在路上看到他们手牵手。哇塞！哇，那个痛，所以我们后来已经麻痹了，被甩习惯了。甩习惯了，对。那女生我还跟她讲呢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跟他人不错啊？”嗯，没事啊，他人真的对我很好啦。那如果没有这个男朋友的话。我会考虑养一条狗。喂，哎，太难听了。什么话？真是又是养狗。本来我还学会去学接飞盘，还没学会他就把我甩掉了。不要放弃自己。现在会不会在浴室里面大便呢？现在我会有要有报纸，羞耻圈脱掉，羞耻圈脱掉。喂，你怎么也在吉娃娃？哎呀，怎么？我以前的话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有遇过一个女生，然后她是一种很可怕的那种疯狂追求者。哎呦，然后她是每一节下课，她都会在我教室的外面堵我。哦，然后她有时候还会请我的同学帮我拿他们要给我的纸条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纸条，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内容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然后因为我以前还有游泳队的时候，我还要训练。游泳队，是游泳队，游泳队的队长。天哪！他到目前为止都一直在炫耀，炫耀。对，好过分。还在继续炫一下。小优要抓你。那个时候就因为要练习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多心思，就很没有在理他。然后他就越来越超过，他直接进到我们教室的位置上。然后我想说，为什么我的抽屉里面会有东西？我就把它拿出来看，结果看他上面就写说。我很喜欢你，什么什么，请跟我在一起，等等的。然后我就一直拒绝他，我也没有回他。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在走廊上听到我的朋友告诉我说，谁谁谁一直在外面宣称说我是他的男朋友。哦，他就先是宣称了，已经一种幻想症了。对，韦小优了，内小优，今天是比较特别一点，是吧？民族之间到底怎么判别？我们。如果界定自己是帅的，我们自己又是什么？界定自己是丑的，我们要面对自己，能够把生活里面丑的部分改掉，好不好？对，如何帅气的起床？来，我们看易凯跟马里奥的 PK，Go！ 帅男易
凯起床喽！哦嗨哟！哇，帅哦！什么啦？哇塞！哇，都要有态度，有慢动作啊！哦，有慢动作。slow motion， 哎哎哎，那个态度有没有看到？在床上要做蹦子哎。哦，有没有地蹦？地蹦起来！哦，哎呦！哦，好，腹肌啊！而且这个床是软的，对你还有办法蹦得起来？好厉害！我们只是蹦迪，它是地蹦，对，这个练练夹子啊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还展现背部的肌肉，用力一漂亮啊！他游泳，游泳选手的是背肌啦，那一瞬间，哎呦！哇，真的是偶像剧，被击到了，表情也有关系哦，表情哦，表情哦，因为慢动作的话，哎，稍微小脱窗哦，眼神，哎呀，那掌声鼓励，还是很厉害。哎，一凯一凯，你在台下有没有？刚很像一部电影。超像的，尤其一号机这边这样拍过去，好像吗？驱魔那种吗？不是不是，是腹后七日。喂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不要再打！哇，还不好看，还不好看，一年啊，一年，好看好看，来各位，马里奥起床喽！哎呦！好恶心，好恶，为什么有种很恶心的感觉？来慢动作，慢动作给他看一下，帅，输有，有头有帅，这个有，有有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有了，梁朝伟，准备要犯案的，要犯案的，生命当中充满了想象，要犯案。他那个挤牙膏是直接用，哦，这牙膏哦，我刚以为是示意啦，吸食强力，帅帅帅，把这个手势，把这个手势，有有帅，不行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直接吸，然后这样这里怎么？这样子要干嘛？很 man， 很 man 啊，很 man 啊，直接吃。那一口应该蛮大口的。对啊，能量也很凉，很凉。满头疑问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满头问号。啊，那个我嘞，好看。好猥亵哦！动物频道有这个脸，还蹲马，而且用侧面。为什么要这个姿势？魔术，魔术，你要不要再勾一下耳后？表情很享受哎。对对对。哎呦！哎，掌声鼓励！哎，厉害厉害，来清楚清楚清楚！哎呦！哎，林香跟这是两美女，怎么看？我觉得很好笑，很愉快。早上起来看到男朋友这样帅，我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喜欢的类型。我喜欢怪的，可以啊，喜欢怪的，喜欢怪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吐一吐，可以吐一吐。哎，哎呦！很怪，很怪，很怪，怪，这种怪，超怪的，超怪，反正可以吸引到你。对，他喜欢啊，喜欢。来，接着下来，我们后面就人正生活就没有烦恼，可是人丑哦，全身上下都是困扰啊。我是一个会走心的人，那朋友常常就是在讲话无意中就是叫他也是开玩笑说啊，你长那么丑，你还想啊？我还想，我们有时候男生会想说，哎，我喜欢谁喜欢谁？他说你不要想了，你不要笑还好，你笑你看你那口烂牙，但是说真的，其实听了听久也就习惯了，你就不会走心了。是是，现在已经走到胃这里，所以我可以养。其实慢慢就习惯了，就是我就是丑啊，不然怎么样？但是慢慢就想办法用才华别的方式来。就是等幽默感，放弃已经听太多了啦，变丑的习惯就好了，与丑肉共存嘛，跟病毒一样，一种